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消息，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经依法审查，根据现有证据，于9月4日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对张默批准逮捕。8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张默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提请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审查批捕。公安机关将对此案继续开展侦查工作。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